なんかインドネシア料理屋さんが多いですね。東高インドスイニアンラーメンとか、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ね。とりあえず少し食べたいな。ここにしようかな。弁当。1軒目ここでちょっと軽く朝ごはん食べようかな。あ、有ユンリン大圣。有这边那个云林的特色的东西。特色哦，我们这边的话是属于早午餐，那早餐部分的话就是拼盘类的。拼盘类就是有各式各样的，然后或者是又有拌面、意大利面或拼盘之类的。那后面有一些单点类的，就看你比较想要吃拌面类的，或者是套餐部分。因为套餐部分的话，它是有很多东西。对，就看你比较喜欢吃哪一种。因为我十一点的。十一点吗？公车。十一点哦，那你看你要不要吃三点类的？可能就是汉堡、三明治这个。啊，那台湾的东西，因为我需要台湾的东西。那你有吃牛肉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可以哈，因为我们牛肉堡还不错吃，或者是烤鸡堡也不错。啊，那烤鸡堡。烤鸡堡呀。那需要饮料吗？或者是你看你要不要加69块，然后还有附薯条跟啊，那这个。那你红茶要冰的，很好吃，真的好好吃。それではまた来たい。同僚駅からセブンイレブンの方に来てフラテかな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それではおすすめ、ここマジ美味しい。